哪里？不是你这玩的也太花了吧你？那尿盆饭盆混成一个盆用，不打你打谁呀？啊，你完全是活该，自找的。这厕所里打洞洞找死。不过这打的有点惨啊，也太重了，有点下手有点狠了啊。可不是咋的，不过当时我给肉豆狗碗里尿尿的时候，大黄他并没有打我呀。哎，那你是怎么给你打呀？哎，别提了，亲笔了。大黄骂过我，他是解气了，但是我可憋屈了。我心想着，他肯定不敢打我，因为我长得帅，打我肯定下不去手。然后我就跑到他床上尿了一泡。这虎娘们砰的一下就炸了，那把我一顿给揍啊，那是真下死手啊。哎妈呀，太疼了，太惨了，不敢回首啊，大黑啊。你这也是贱啊，你这不打你打谁呀？你还往床上尿，不对了，你都不错了啊！坐下别动，一会儿抻着伤口了，坐下啊！你是不是贱啊？往盆里尿都得了吧，还往床上尿，要是我都炖了你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你就是个贱脾气，自找的，活该。不过没事乖啊，下次再打你的时候，你提我的名字好使，好不好？你提我的名字也不至于挨打挨这么惨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哎呦，疼是吧？哦，下次提我名字啊。别提了，大黑呀、啊！我被打的时候本来没那么惨，结果就因为提了你的名字，就打得更惨了，下死手啊！本来大花打我的时候只是拿大嘴巴抽我，我一提你的名字，那家伙直接换板砖了。太过分了，这不打脸吗？太过分了。没事没事捅，哦，滚，完全把我当空气呀、啊、这是啊。好吧，你等我给你报仇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报仇，马总，好不好？我让他血债血偿，好不好？等我。我大黑，你太霸气太威武了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，大黑加油，阿里给当你好兄弟。是你打的马总，大王。大黑，你咋成这样了？刚才你在里面那么威武霸气，怎么是你被打了呀？你被揍得那么惨，我都不好意思骗你了，其实大黄并没有揍我，我是忽悠你的，想坑你一把，没想到把你坑得这么惨，对不起啊。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，相逢何必曾